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个疗剂 ,Semi-Sulfugal Racemosa。Semi-Sulfugal Racemosa。我英文叫做 Black Cohosh, 中文叫黑星麻。黑星麻这个疗剂呢是主要那个应用呢是我们的脑和脊椎和肌肉系统，这个第一。第二个范围呢就是子宫和那个卵巢那方面的。咁即係话呢女性嘅生殖器官呢係尤其是受影响嘅。咁通常呢嗰、那个子宫同埋嗰个卵巢痛呢係特别明显嘅。咁同埋乳房嘅痛子宫嘅个部位嗰、那个嗰种嘅痛。嗰种痛好得意嘅。嗰种痛呢就由嗰个盆嗰、那个盆腔嗰度呢由髋关节一边去到第二边，即是环飞咁样嘅走嘅，由一个 hip 去到第二个 hip 左右咁样。咁同埋呢係左边嘅嗰个卵巢痛嘅。好啦，亦都会出现喺啲白带啦嘅时候呢，就感觉嗰个子宫呢就好聚嗰种感觉啦。咁经期呢就係痛同埋不规则嘅。咁经期嚟呢通常呢就有伴有背痛紧张。时间呢亦都冇規定，同埋嗰个量呢都係时多时少，咁嗰个流量呢又係有时多有时少，咁通常呢个量一流得越多呢係越痛咁样嘅。好啦，咁同埋臨盆嗰啲痛，即係嗰种痛好似自己有30蚊仔咁样嘅。咁而喺嗰、那个真係臨盆嗰个时候呢，嗰种痛呢就唔係走落嗰个子宫，而走咗落嗰种痛呢係走咗落个髋关节大腿或者背脊嗰时候。咁即係话呢个臨盆嗰时候呢嗰种抽缩呢嗰个位置呢就走错咗位置，就唔係走落嗰个子宫，係而走落嗰个髋关节大腿同埋背嗰度嘅。咁所以嗰种痛呢
佢话咧就系好严厉啦，啊痛得嚟咧有射痛啦，同埋走嚟游走嘅，走嚟走去嘅，啊嗰、那个压力嘅痛，压胀嘅痛啦，有一次痛咧好似一种电击嘅痛嘅，啊令到你咧痛到你大声叫或者系晕嘅感觉嘅。嗱，咁最紧个痛咧就会有方向走咧，一系向上走，一系由一边啊，即系两旁走。咁向上走又会去到嗰个颈啦，或者去到喉咙啦，由嗰个子宫咧啊，卵巢咧就会嗰种痛咧就直上去喉咙啊，或者背脊嘅。咁通常咧嗰、那个肌肉咧个腹部嘅肌肉嘅腹部，即系个大嗰个肌肉嗰个中间嗰度咧，特别咧就瘀嘅。啊痛同埋好沉痛咁样嘅，咁肌肉咧系有抽痛啦、抽筋痛啦，咁通常咧系因为神经嘅关系啦，咁可以话咧系身体任何嘅部分咧都可以出现嘅，啊咁而嗰个痛咧系沿住嗰个痛处嘅，啊觉得系冤痛啊，系唔想触摸佢嘅，好啦，另外咧就系、是、嗰、那个。身体嘅唔同嘅器官咧，有一种震抖啊、抽缩啊，啊，尤其是咧系扎住个部分咧，尤其是嘅，咁交替性嘅吓，嗰个抽痛，咁神经性嘅发抖啦，啊，咁亦都会系嗰个脑脊髓嘅发烧嘅痉挛咁样，咁。亦都會係一啲青春期嘅女士咧、女仔咧，就經期咧就即係延遲咗，而出現嗰個所謂冇道症啊，咁同埋心臟嗰方面嘅症狀係好似被受抑壓嘅，咁或者經期嚟嗰陣時咧，就有種痉挛嘅抽痛嘅，咁所以大部分嘅症狀咧都係好不規則啊，變嚟變去。不同咁变嘅，可能嗰、那个身体嘅症状咧，肉体嘅症状咧，同嗰个精神嘅症状咧系交替啦，或者咧嗰、那个风湿嘅症状咧，同嗰个精神嘅症状又交替啦。咁有阵时候咧，嗰啲症状咧系由嗰个盆腔嗰度走出嚟，好激动吓、啊，整个人咧就觉得好攰吓，好攰赖赖嘅。好啦。咁另外就係腰背痛啦、背脊痛啦、肌肉痛啦、啊，通常咧都係因為嗰個卵巢嗰度嘅不適、啊、而引發出嚟嘅嗰啲肌肉痛，咁個子宮抽抽筋啊，同埋咧就嗰、那個四肢咧覺得好沉重嘅，咁亦都有陣時候細路仔咧喺嗰個。出牙嗰阵时候出现嗰啲症状，或者系感冒时流感嗰阵时候嘅，咁有时冻风咧就感觉咧就好似穿透嗰、那个身身体个各系统，觉得系好即系好敏感嘅吓，咁、啊、但系咧头痛咧就喺空旷嘅空气会舒服，但系喺和暖嘅房间就冇咁好嘅啊。咁呢个咧就主要嗰个两大应用嘅地方，一个咧女性嘅经期出现嘅问题，加上咧系肌肉方面嗰个痛吓、啊，走嚟走去吓，咁同埋咧啲痛咧就系、是、向上同埋向两旁咁走嘅。好啦，个精神状态整体嚟讲咧，都系比较咧系沉吓、啊，即系阴沉吓，好、啊、失落咁样样嘅。佢成日咧会觉得自己咧好似有个乌云盖顶吓。啊好似好多嘢咧，喺头顶好似乌云盖顶嗰种咁样嘅情绪嗰种嘅低落噶吓，咁亦都有时感觉咧自己咧好似发癫咁样样噶吓，紧张啦吓，好容易兴奋啦吓，咁亦都有时咧系嗰啲控酒嗰啲人咧系发疯啊，净好似想自己想自残嗰种嘅情况嘅，咁亦都有时嗰个症状咧嗰、那个精神嘅状态咧。如果是吐泻或者离经咧，就似乎好啲嘅，咁亦都系有一种即系嗰个疑病狂好多嘅，好啦，咁身体就两大嘅地方嘅咧，一个就肌肉方面啦，咁曾经讲过就颈背咧就好僵紧，好似抽实啊嗰种嘅唔舒服，咁通常咧亦都系个眼嗰度咧。
有啲射痛嚇、啊，有時眼球咧係特別嘅痛嘅。咁最主要記住咧，膀胱盆腔嘅痛咧係由一邊去第二邊左右走，即係一個由髋關節走落第二個髋關節嘅。咁亦都係有啲妊娠嘅發燒啦啊。咁食嘢方面咧就係、是特別口渴。咁、啊、总个头嗰度呢好得意嘅，佢感觉头顶嗰度呢好似呢就开开合合，有种呢种感觉，头顶开开合合，咁嗰种痛呢好似由下由入面呢 向上压出去咁样嘅。咁、啊、所以风湿痛啊麻痹啊，咁手呢写嘢嗰时候呢会有种震嘅感觉嘅。咁所以好多时候系女性同埋、加上肌肉痛，情绪呢好低落，好阴好深沉。啊咁佢主要嘅成因咧，就是、可能系因为嗰个焦虑啦、受惊啦，或者咧系嗰个爱情嘅失落啦，或者咧系过劳啊，或者事业上嘅失败啦，或者系嗰、那个系分娩嗰阵时候咧，系出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OK， 咁呢个一个嗰、那个黑星麻咧，系可以话系女性常用得着，尤其是喺一种经痛嗰阵时候咧。经行经嗰阵时出现嘅问题咧，系肌肉痛啊、背脊痛啊咁样样。OK， 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